二丫小妙招实用又有趣。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咱平时戴的银首饰呀，时间久了就会发黑，慢慢的失去光泽。今天二丫就来教大家，只需要一分钟就能让银首饰光亮如新，还没有损伤的小妙招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一张生活中这种常见的锡纸，把它铺在碗底。接着把首饰放进去，然后最关键的就是把盐倒进去，覆盖住首饰。好了，现在只差一步了，我们只需要把烧开的水倒到碗里，再用筷子稍微搅一搅，等待几分钟后夹出来。大家仔细看一下，银首饰呢已经恢复银色了，就像新的一样。其实呢，这个原理非常简单，就是银饰氧化后会形成氧化银，附在银饰的表面。食盐水为锡纸和银饰之间提供了电解质的环境，锡纸加热后又会失去电子，通过食盐水提供的电解质环境，将氧化银还原成了银单质，这样银首饰就重新恢复光泽啦。怎么样，今天二丫给大家分享的清洗银首饰小妙招，大家都